我都是一个几热情开朗啦，有 energy 一个女仔嚟嘅。平时喜欢去做一啲 outdoor 嘅活动啦，亦都好喜欢去旅行，去一啲其他国家度做嘢，扩阔一啲眼界啦，又可以探索一啲新事物，唔同 culture 嘅人嗰种嘅生活啊，都令我会学到更加多嘢，令到我对人生嗰种嘅睇法都有啲唔同。觉得水有一种好有活力。好有一个源，即系长流不息啊，源源不绝嗰种力量，我觉得都好似女仔。原来发觉自己一见到中意嘅人啊，或者我暗恋啊爱嘅人嘅时候，其实自自然然你内心嗰种柔情似水嗰一面就会表露出嚟咯。平时就会中意打网球啦，单单打半个钟咧，已经系成身大汗 ，feel 到自己咧好有力量，亦好有自信嘅。除了做運動呢，我也很喜歡去 salon 做脫紋的，那很開心啦，我可以嘗試了這個熱能塑身的脫紋啦。做運動可能會有點累，可能做脫紋就這樣躺在這裡已經可以做到個效果。專業美容師呢跟我講解呢，其實這個脫紋都可以是針對性打散我一些難減的脂肪，整個人都會輕了，可以令到我的 figure 的線條更加是理想。其實女仔真的不可以懶去不做 facial， 所以我一直以來呢，就算工作幾忙啊，我都會堅持一個禮拜可能是要去美容院做兩三次 facial。 單靠搽可能佢只可以去到好皮膚的表面，你去做 facial 的時候呢，你就會有些專業的美容師可以講解翻，其實你本身的肌膚是出現緊一些咩問題，咁佢哋就會可能選擇翻一啲適合的 treatment 去針對翻你嗰個嘅問題去解決。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兩樣都要嘅，即係要好勤力搽 product， 亦都要好勤力去做 facial， 咁咧就效果係最好的。